大家好，这里是逆浮摩尔打板。今天我们聊聊一个全新的赛道——茶饮。这个赛道还没被炒过，所以它的潜力是巨大的。春节期间，新式茶饮品牌奈雪的茶在香港申请上市，新式茶饮概念由此进入市场资金的视野啊。假期已经有好几家机构出来研报啊，有中信建投、海通证券、华泰证券、广发证券。这些比较著名的一些机构啊，都出了相关的茶饮概念的一些研报。新消费概念向来容易出妖股啊，比如之前炒不老药的时候啊，就是 NMN 概念的时候啊，我们的金达威啊，一波从26块炒到了64块，翻了1倍多。还有在炒元气森林代糖概念的时候，宝林宝啊，从8块涨到了25块，翻了3倍多。所以说，新消费概念啊，是非常容易出牛股的。而奈雪的茶还没有上市，它的估值就已经超过了100亿啊，达到130亿啊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这一块是非常受资金青睐的啊。所以说，这个以奈雪的茶为代表的新式茶饮概念啊，也是一个新消费概念啊，是非常容易引来资金进行炒作的。同时，除了新消费概念啊，茶饮炒作还有一个刺激点，就是在港股申请上市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去年8月份，农夫山泉申请港股上市的时候啊，就同样刺激了作为饮用水的泉阳泉。先是啊，农夫山泉在去年8月份申请上市的时候啊，泉阳泉先是一波涨了60%啊，随后在盘整后啊，继续上涨啊，这整体趋势从4块多啊，直接涨到18块多啊，翻了接近4倍。还有泡泡玛特啊，去年申请港股上市啊。也同样刺激了同是盲盒概念股的高乐股份啊，让它炒了3波啊，在这时候申请上市啊，这里炒了一波啊，这里又炒了一波，这里又炒了一波啊，所以说现在奈雪的茶申请港股上市啊，很可能让 A 股也诞生一只相关概念股的翻倍牛股，也就是说在茶饮概念这个新消费概念股里面，很可能会诞生一只翻倍牛股。我翻了下，做了很多功课啊。目前 A 股最正宗的茶饮概念是某某乳业啊，它旗下的一支酸牛奶在茶饮行业表现是十分优异啊，门店数量已经达到了数千家啊。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一下资料啊，大家自己看一看，然后你们自己下去做功课啊。这只股3个字啊，某乳业啊，具体是哪只，大家自己下去做功课啊。同时还有某峰公司啊。它与天图资本啊共同成立的基金啊参股了奈雪的茶，它占股的比例是5.7%啊。这里也把资料给到大家啊，具体是哪一只自己下去做功课啊。目前这些股啊都还在低位啊，所以你们自己下去做一下功课啊，去找一下是哪两只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内容啊，请不要吝啬您的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、转发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